我是阿瓜。最近呢，我在健身，因为我觉得光瘦可不行，要凹凸有致。今天分享一个我最近练臀的心得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。我平时会稍微负重一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拿一个矿泉水瓶来代替。如果你有更重一点的东西，我觉得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重量。找到一面墙之后，有一个腿踩在墙上，另外一个腿稍微分开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手用屁股去碰这个墙，这样一、二、三啊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背部是直的，尽量少去屈膝，主要是用我们的屁股去顶这个墙啊，用东北话就讲，就叫好好着我们的屁股，死劲的去撞这个墙就好了，你会感觉到大腿的后侧和屁股有拉伸感。每一个腿是要做三组，每组20个，两边一共是6组。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简单呢？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练出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大家加油哦，拜拜。